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在《异形战场》当中出现的帅气猎人终极战士，运用逆天的外星科技，将人类还有异形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现在就有机会让大家一起来体验当猎人的快感哦！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本作《终极战士：狩猎场》是一款以过去好莱坞巨星阿诺所主演的《终极战士》为题材的改编作品，也是与时下竞技不同的非对称型线上多人射击游戏，主打让玩家们来对抗眼睛看不到的敌人。游戏中将会有一位玩家扮演捕食者，这名隐形的敌人也就是异形的死敌终极战士，其他玩家则是士兵，必须团结组队，在这变化多端的森林中与之对抗。在这浴血丛林当中，士兵要想办法击败目标，并恢复重要设施的运作，而捕食者则是想办法猎杀士兵。身在茂密幽深的丛林当中，你有办法逃出生天吗？游戏预定2020年在 PS4 推出，准备好来打猎吧！